56岁嘅台湾三级片女星顾哲，曾经以艺名顾杰活跃喺香港，拍摄过多套经典嘅三级片。佢喺戏中性感上阵，大晒身材，因为咁火速走红。顾哲曾经大方承认整容，仲推出过有关整容嘅书籍，分享经验。佢喺2012年加入豪门，对方系身家10亿嘅内衣大王，不过婚姻净系维持咗4年。据台湾传媒报道指，淡出幕前多年的顾哲最近就惊爆确诊直肠癌第3期，而存活率只有70%，他的肿瘤有5厘米大，近期将安排做手术切除。据了解，他现在乐观面对病情，仲透露肿瘤可以开刀拎出来，不需要接受化疗，最重要的是得到身边一班好友支持鼓励，以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病情。